好的，我们水光队来试试看喽，来喽！当代系列卡比较高分吃香，对啊，现在倍率越来越高了，所以就是，但就是越新的卡片会威力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子。好，那第一关呢，我们就做个全体攻击把他们给带走吧，不啰嗦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卡新珠了，怎么那么容易卡新珠啊？这一对，天哪！第二关卡新珠了，那我们这边先消掉这样子，OK。希望等下天降新珠，有一颗，好，太棒了，感人。这样子，OK，没问题。只要有水跟光的话，这一对基本上就是可以减伤又增伤，所以还蛮 OP 的。这样子，好。用电绘板玩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用电绘板哦。顺利带走没问题。那我们这边，来到第三关了。第三关呢，这边遇到这个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开个大小桥。哎，转光珠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的话，转个全体攻击吧。这样子，OK。好，没问题。天降好多啊，天降到九 combo 了，可以。一起带走了，哇，拼榜啊！这个好的，我们这边记一下新珠会是什么珠，变成什么珠子？新珠变成我们的新珠，好，还是新珠？好，那我们稍微回一下血量，新珠先留一组吧，然后其他的浮血是尽量消掉，这样子。好，这边你有消到光珠的话会减伤哦，但是。我没有特别去记光珠是变成什么珠子，那就是随便消一消啦。好，OK，九 combo。哇哇哇，没消好，没消好。哎，可是我截到三鼠哦，有三鼠盾。好，那基本上你有消到水跟光的话，这个其实就是。一直减伤的话，就是他也没有打很痛，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慢慢磨啊。好，可以。那接着这里呢，我要开爆发了，派蒙。这个魔力，这个，然后要开龙科好了，龙科增伤比较高一点。好，那我这边直接转喽。这样子，OK，直接把他给带走。不啰嗦，话说这对打那个紫，他叫紫牙对不对？敌人呐、啊，那这样感觉像嘲讽哎，因为紫牙是前水光队的队长，为什么用前呢？因为他已经落伍了，前水光队队长紫牙，有没有一个后面打前面的那种感觉？后代的子孙打前代的前辈的感觉。第五关，这边会回复技能，所以还不错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开一个，转一个全体攻击，好，可以的，带走了吗？不行，果然，伤害差一点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这样应该 OK 吧？七八九，哇，天降到九 combo 了，带走应该没问题，太棒了！睡觉的晚安喽。啊，我用电绘板睡，啊，你会画图？会啊，我会画图。好，这个七 combo 以上啊，那我这边看来看一个珠子好了，好，这样子。OK，一个叠珠，天降到九 combo，可以。哦，有骷髅头，但是这队有减伤，所以应该是撑得住。那我们就撑撑看吧，试试看。三四五六七，OK，没有天降新珠。哇，他打好痛啊！回一个新珠应该是回得过来。
哇，天降，太感人了，这天降救了我。好，感人，感人肺腑的故事。三四五六七 ，OK， 七 combo， 又可以打他了。这边就慢慢磨过去啊。你是不是想象的实在太低了？二三四五六七 ，yes， 有了，带走他吧。太好了，我们这边来到王冠了，王冠这边呀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开个大小桥，开呀、啊、开、啊，好。然后我想要在这边开个主角好了，开个主角 ，OK， 哎，不对，我开个原始天尊就好啦。对，然后我开个原始天尊，再开个主角，然后希望可以把他给带走。这样 ，OK， 应该是 OK 啦。天降到多少？天降到12 combo， 可以可以，带走了，没问题，把你给带走。那我们这边第二阶段有骷髅头，这边就在一盒带走它的时候了。那我们这边开个孙权，然后再开个刀疤，火转成光，再开个派蒙，差不多了。那我们这边就把它给带走吧。嗯，好。OK， 这个差一个木珠就完美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最后开个龙科，完美的结束这一个战力激发，好不好？刀疤实在是太不常出场了，大家可能都会忘记它了，应该大家大部分人都忘记这张卡片了吧？好，27000的一个龙科分数，应该是可以顺利的通关了。好 ，OK， 太棒了。那我们这边就顺利通关咯，顺利 victory， 看一下这一队的分数可以到达多少呢？好，第一，这队就顺利的通关了，水光队新水光，升等了，哇，432等了，A 16000，好 ，A 级的一个分数，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打法咯。